OK，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然后这会儿呢，在一个能看到江景的地方，环境特别好哈。重庆最近比较冷，然后就买了电热毯，就是放在房间里，一般就是一回房间就会打开，然后等到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就能感受到我最近最期待的那一刻了。对，关于训练的事情就先跳过吧，因为到底怎么样，其实等到时候在台上大家看到的时候就知道了。然后到时候记得要告诉我。对，其实落地的第一天，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去吃了一顿火锅，对，然后就是接着就是烧烤，对，因为去的特别频繁，感觉老板都快认识我们了，对，最近比较沉迷于吃烤苕皮，对，它里面会裹那个萝卜丁，就感觉特别好吃，对，然后那就祝大家在冬天都有暖暖的被窝，每天都有好吃的。